版的《铁达尼漫漫号》。这故事是发生在《铁达尼号》上的一段凄惨的爱情故事。首先出场的是 Jacobs 罗莱巴，罗莱巴是个演打不飘的，嘿，他走路哪会出来？都是他老时间要欠人欠钱。中间都拢无人，安尼叫一个来做男主角。
谢谢观赏。5分5秒。5分5秒。